这颗玉米是很大的一颗啊，这是一颗大的玉米。我们以前这都是29.9块八颗的，现在便宜2块钱，是27.9块。现在不是八颗，是10颗，给大家减了2块钱，而且还增加了2颗玉米啊！我为什么这次这么强调大家抓紧去下单这玉米？就是把这个又好吃又便宜的这个玉米给大家，让大家都吃到啊！您收到货有10根儿，其中有一根儿是可以试吃的啊。您吃完以后觉得口感不行，只要您觉得，哎呦，我之前吃的有比这个好的，您就把这个剩下的那9颗给它退回去。商家给咱们买了运费险啊。您想想，商家傻不傻？他一点都不傻，他是因为对他自己产品的一个信任。信任什么？我给你寄过去。你吃到第一颗，你不仅不觉得啊，就是我得退，你得想着，哎呦，这么好吃的玉米，我得赶紧再下一单，不然的话，这么好吃的玉米，要是以后没有了，我上哪去买啊？好了，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款玉米啊，我把它的购买链接我就放在视频的下方，也放在橱窗里，方便大家去购买。